盘点海贼王只有能力者才能驾驶的奇葩交通工具，一方舟真言。这是安妮路花了6年时间打造，船体航行必须由安妮路操控驾驶，使用响雷果实能力的时候，才能让方舟真言自由移动，实现了月球旅行。二四分五列车，巴基利用四分五列果实的能力，将身体重新拼接，组装成车的形状。除了巴基，还真玩不明白这辆车。三冲风者号，这艘快艇动力来源靠果实能力，只要艾斯站在上面，双脚精确控制火焰大小，就能一直在大海上自由穿梭。四福克西飞行壶，福克西他真把炮弹当成了交通工具，先用迟缓光线的能力控制住了炮弹的飞行速度，并拿出了飞行壶套在炮弹上，即可用来攻击对手，也可以快速移动。五飞空海贼船任何物体，只要是被金狮子触碰到，都会摆脱引力飘起来，而这艘船也必须要他亲自控制才可以移动。六女王圣歌号，这是一艘有生命力的船，它被大妈注入了灵魂，在无需人操作的情况下，仅凭船自身的意志就可以自己运行。但今天是要获得大妈的指令，如果外人想要坐这艘船，也必须要有大妈的批准才会航行，否则女王圣歌号是不会移动半步的。